心仪觐见。闽浙总督马新仪被召进紫禁城养心殿，其子马玉珍一直静候在殿外。当马玉珍看到父亲走出宫门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刚刚觐见完慈禧太后的马新仪失魂落魄，步履蹒跚，与进宫前的意气风发完全判若两人。按照常理，面圣之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这名官吏因办事不力受到了严斥，即将面临丢官的厄运。然而奇怪的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太监安德海亲自送马新仪出门，一直到宫门口还执手相嘱，依依不舍。按照经验，这通常是官员即将升官进爵的前兆。如此前后矛盾的情况居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马新仪在觐见慈禧之后如此失态？两个月后，7月20日，一道上谕从紫禁城中发出，最快的速度驰送南京。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马新仪调补。这道意在改变大清危局的圣旨，最终所改变的却只有马新仪一个人的命运。两年后，7月的一天，江宁府的教场上，总督阅社进行完毕。每个月的25日，都是两江总督马新仪亲临教场阅社的日子，这已经成为南京的惯例。因昨日下雨而推迟了一天的阅社顺利结束，马新仪先行由栈道步行回府。突然有人高呼大帅申冤，拦住了马新仪的去路。马新仪当即停了下来，准备盘问究竟。就在此时，意外猝不及防发生了。在地，护卫才从惊慌中缓过神来，上前夺过刺客手中的短刀，将刺客撵住。
刺客当场被擒。照理来说，将马心怡遇刺案查个水落石出并非难事。然而朝廷一再督促速查此案，慈禧甚至钦点漕运总督张之万赴江宁会审。五个月过去了，除了一份令人疑窦重生的奏折，案件本身依然是迷雾重重。慈禧再也坐不住了，两江总督死得不明不白，有伤国体，更何况马心怡是他亲自选定派去两江的心腹，倘若不严加追查，官员们必然心存顾忌，不敢放手办事。深思熟虑之后，慈禧决定派刑部尚书郑敦锦作为钦差大臣赴江宁再次审理刺马案。这一年的春节前夕，南京普降雨雪，家家户户正在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江宁城里的大小官员此时却陷入茫然和不安之中。受慈禧太后钦点前往江宁复审刺马案的钦差大臣郑敦锦到了。抵达当日，不顾旅途疲劳，郑敦锦火速召集南京的官员。和他一起询问案情的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人便是在马心怡被刺杀后接替两江总督之位的曾国藩。南京的司道府县各级官员悉数到场，先后参与审讯刺客的官员们依次向郑敦锦禀告案情，所言之事几乎如出一辙。刺客名为张问祥，河南河阳人，其职任行刺不讳，而讯其行刺缘由则一味闪烁，语言颠倒，反复屡辩，审讯毫无结果。询问审案官员无果，郑敦锦将目光投向了漕运总督张之万。他是在郑敦锦之前慈禧太后钦点派往江宁审案的第一位钦差大臣。由于这个马心怡案呢日久未决，因此呢清政府呢清廷包括慈禧在内就更觉得这里头有猫腻，因此呢就派出张之万啊，任命他为这个钦差大臣，而且他和当地的官员又没什么瓜葛，就认为把他这个京官派过去肯定呢能审查出真凶。在这样的情况下，张之万才作为钦差大臣来到了当地审理此案。被寄予厚望的张之万着实让慈禧大失所望。赴江宁审理刺马案数月，迟迟没有结果，早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慈禧终于震怒了，连下三道谕旨严加训斥张之万。为了平息众怒，张之万终于递交了一份结案报告，其中详细说明了刺客张问祥与马心怡之间的恩怨。据这份结案报告称，张问祥招供，他之所以要杀马心怡，动机有三点：一是张问祥回到宁波后，发现有人霸占了自己的妻子和钱财，
人财两空的张文祥找到时任浙江巡抚的马新仪，请他断个公证，但马新仪拒绝受理此案。气急之下，张文祥逼妻子吞烟自尽。刺杀动机第二点是，张文祥曾经有一些海盗朋友被马新仪捕杀。此外，马新仪明令禁止张文祥私自经营典当行，断了张文祥的生路。张文祥人财两空，加上新仇旧恨，于是迁怒于马新仪，决意报复。这份报告最关键的一点是反复的强调，张文祥刺马呢完全是个个人行为。在报告中，张文祥的妻子罗氏被俘潜逃，这个呢确实是真有其事。但是报告里有两点明显的矛盾，什么呢？第一个，按照报告所说，张文祥通海盗，他本来跟海盗是一伙，他怎么敢去找马新仪告状？他不怕被识破吗？第二点呢，是张文祥的妻子被人家霸占了，财产呢被人家夺走了，那么他就直接去杀这个夺妻的仇人就好了呗，他为什么要费尽心思去杀那个不理案子的马新仪呢？这个于情于理啊都讲不通。报告中最大的破绽还有一处，那就是作为奏折的法律文书竟然在结尾用了模棱两可的尚属可信四个字。用尚属可信来形容刺客的供词，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于是郑敦锦询问张之万审案结果如何，不料张之万推脱，自己的审案结果与曾国藩相同。曾国藩的回答同样避重就轻，只延及熬审张范二十多日，对案情只字不提。诸位同僚是一样的。见曾国藩如此回避，郑敦锦不愿就此放过，继续追问到底是什么。最终曾国藩只能坦言，张文祥一味回避，无法知道他行刺的真实动机。面对众官员互相推脱，布政使孙一言再也按捺不住，愤然起身。背后主谋倘能逍遥法外，则天下将无畏惧之心，有何事而不可为？孙一言一番话语掷地有声，背后主谋四个字一出，现场陷入一片寂静。之前在窃窃私语议论案情的大小官员们都不敢出声，郑敦锦顿时察觉现场微妙的气氛。未到江宁时，郑敦锦已深知自己将要面对的绝非一桩普通的命案。刺客张文祥当场被捕，审讯整整持续了五个多月，审案人员不计其数，却始终没有一个掷地有声的结论。
这其中必有蹊跷。果然，今天亲自审问此案，众人似有难言之隐。对刺马案背后的隐晦及可能对仕途产生的不利，郑敦锦心知肚明，却毫不畏惧。力挽狂澜，在绝境中突围是他一贯的做派，他喜欢甚至迷恋这种挑战。来到南京后，郑敦锦反复研读过卷宗。卷宗上所描述的张问祥，无疑是个狡诈的亡命之徒，说话颠三倒四。然而此刻亲眼见到张问祥本人，发现他与预想的大不相同。张问祥的身上，并没有穷凶极恶之徒的匪气，更不像卷宗中所描述的语无伦次，他相当冷静，绝不轻易开口。尤其诡异的是，曾国藩和郑敦锦同为主审官，却始终只有郑敦锦一人在发问。作为主审之一的曾国藩丝毫不予回应，仿佛置身事外。那么参与会审的这个孙一言和袁宝庆呢，都是马新贻一手提拔的亲信，所以呢，他们两个对这个郑敦锦一直没有进展呢，非常着急。于是呢，提出要对这个张文祥用刑，但是郑敦锦拒绝了。为什么呢？张文祥一死，那就死无对证，是吧？所以呢，你要是用刑，就难免会有人呢在里头呢从中做手脚，把这个张文祥给弄死。那么如果是张文祥刑伤过重，于死狱中，那么呢，这是谁的责任呢？就是他郑敦锦的责任。审讯陷入了僵持，郑敦锦突然头痛病发，也许是抱定必死的决心，张问祥除了对刺杀供认不讳，其余问题都是闪避不答。问及最关键的刺杀动机，张问祥坚称是自己气愤之下一人所为。审讯僵持不下，毫无进展。刺杀真的是一人所为，还是欲盖弥彰？郑敦锦一时之间难以分辨。次日清晨，郑敦锦和马新贻的护卫方炳仁来到了刺杀发生的现场。案发当时，方炳仁目睹了张问祥刺杀马新贻的整个过程。按照方炳仁的陈述，刺杀发生当天，马新贻阅射完毕，由剑道步行回府。这在郑敦锦看来有些反常。两江总督是朝廷一品大员，出行自有一套规格仪仗，马新贻为何既不骑马也不坐轿？方炳仁解释说，江宁府后院有一条剑道直通轿场，距离不远，
马新仪觉得清静方便，所以历来都是徒步往返。继续询问，当天马新仪护卫人数之后，更是疑窦丛生。尽管当天的护卫不多，但是在马新仪的前后，至少有四名贴身护卫护送他回府。步行在剑道上的马新仪，在前后护卫严密的保护下，又是如何遇刺的呢？扎中时大喊了一声：“找着了！”找着了。然而，当郑敦锦想仔细盘问之时，方炳仁却有些犹豫，直言自己没听清，也是后来听别人说的。从上前刺杀，到绞刀、拔刀。动作娴熟快捷，没有任何刺客显然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面对这样一个舍命行刺的杀手，马新仪为何会在被扎后喊出“找着了”这三个字？他所说的“找着了”，指的又是找到了什么？方炳仁说道，当时他离马新仪最近，见到有刺客行凶就赶紧冲上前去。张问祥一击得手，精准地刺中要害。如此训练有素的职业杀手，为什么在行凶之后既不抗拒也不逃走，而是束手就擒？更令人费解的是，刺客被抓住之后口中不停大喊道：“刺客就是我张问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一般的刺杀了以后，凶手会迅速的离开现场，是吧？他总是有一个求生欲望吧。但是张文祥不是这样，就是张文祥并没有走，他就大喊了：“他我是张文祥，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好汉做事呢，就是一人做事一人当，讲了这么几句话。所以这个话呢，后来往往被很多人呢，就是理解这里头这个背后肯定有人指使。为什么呢？养兵千日，用在一朝，谁养他的千日呢？对吧？这肯定是有人派过来的，有这个意思，对吧？这是一个。另外呢，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你是别的谁让我来干的，指使我干的这些人，你们不要问了，所有的事情我一个人担着，他是这个意思。但这个意思呢，后来就引起了种种的猜测，就是认为啊，
这个刺马案后头必定是有人主使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张问祥在刺杀现场为何会有如此嚣张言语？如果张问祥的这句话是对自我的比喻，那么大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此话背后又是否别有用意？张问祥刺杀马心怡的过程清晰地在郑敦锦的脑中演绎了一遍又一遍。郑敦锦越发地相信这场惊心动魄的刺杀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复仇。张问祥行刺时在马心怡护卫面前一击而中，说明这次谋杀的布局相当缜密。张问祥得手之后并未逃走，而是报出姓名，一副大义凛然侠士之举，显然别有用心。张问祥和马心怡之间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会让他如此舍命行刺，如此精心策划的谋杀背后是否如孙一言所言另有主谋？刺马案九审不能结案，刺客供词闪烁，主审官员含糊其辞，一时流言纷纷，南京城内关于张问祥刺马的唱段随处可闻。茶楼酒肆里传唱的正是民间关于张问祥刺杀马心怡真相的传言。确实有这个传闻，说是咸丰年间，张文祥呢和他的朋友曹二虎、石锦彪加入了捻军。有一次战斗过程中，马心怡呢兵败了，就被这个张文祥和曹二虎等人抓住了。张文祥和曹二虎啊，实际上那个时候他们想投降清军，就主动跟马心怡结为兄弟，随着呢就反正了。后来他们被编为两营，马心怡呢他的号是古山嘛，所以就称为山字营，张文祥呢就做了营管。那么山字营跟着马心怡啊到处作战，立了很多功，马心怡呢也不断升迁，一路扶摇直上。那么据说曹二虎的老婆很漂亮，马心怡呢就起了色心了，
张文祥把这事儿就告诉了曹二虎。那么就在这俩人商量怎么办的时候呢，马新贻就抢先下手把这个曹二虎给杀了，张文祥就跑了。跑了之后呢，发誓要给这个曹二虎报仇。马新贻被异地所杀的说法在江宁的街头巷尾广泛流传，传闻中马新贻被刺时大喊了一声找着了，被当作他与刺客相识的证据。刺马案九审不能结案，民间流言纷纷，甚至有人推波助澜，声称自己听到可靠消息，刺客被抓住后，马新贻叫手下人不要为难他。马新贻还叫手下人不要为难他。马新贻死后不久，他的小妾在江宁府后院上吊自杀，有人更是趁机附和传言，言之凿凿，死掉的小妾正是马新贻在安徽时的结拜兄弟曹二虎的妻子。马新贻死后呢，他的一个小妾姓郑，在这个江宁府的后院上吊自杀了。后来呢，人们就说这个小妾是曹二虎之妻，这个呢就成了他所谓鱼色富有的一个证据了。那么根据传闻说，马新贻被刺之后啊，还曾经大喊一声，说什么呢？说找着了。那么好事者呢解释说，这是冤家路窄，终于被找着了的意思，所以认定说马新贻和这个张文祥呢是老相识，这个呢就给这个鱼色富有之说又增加了一个证据，显得呢好像就更可信了。就在马新贻鱼色富有的传闻愈演愈烈之时，马新贻之子马玉珍求见郑敦锦。父亲惨死在刺客刀下，死后还要蒙受如此冤屈，马玉珍愤恨难平。请上书明呈。一见面，他就将矛头直指那些别有用心散布假消息的人，坚称传闻漏洞百出。谣言说他父亲跟张问祥、曹二虎在安徽结拜为兄弟，其实早在同治四年，马新贻已经升任浙江巡抚，人根本不在安徽。马玉珍的反驳十分在理，但郑敦锦心中尚有疑虑，虽觉不妥，他还是向马玉珍提到了传闻中的曹二虎之妻。这更是无稽之谈。一谈到这个问题，马玉珍更加义愤填膺，他说这根本就是无稽之谈。父亲只有两房侍妾，均已年过四旬，服侍父亲已有二十多年，根本没有什么年轻貌美的曹二虎之妻。如果马总与刺客张文祥不相，郑敦锦继续追问，如果马新贻与刺客张文祥不相识，为何在被刺中时大呼了一声找着了？家父乃山东人，自然有山东口。马玉珍答道，他所说父亲是山东人，自然有山东口音，他所说的并非是找着了，而是扎着了。此时郑敦锦恍然大悟，马新贻鱼色富有之说漏洞百出，根本不足为信，
回想马新仪的亲信孙一言，始终坚称刺马一案背后必有主谋。那么马新仪的儿子对此事又有何看法呢？孙一言坚持另有主谋，你对这件事不料是怎么？郑敦锦此话一出，马玉珍顿时脸色大变。马玉珍如此反常的举止，让郑敦锦更加确信他一定还有难言之隐没有说出。你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果然，面对郑敦锦的追问，马玉珍终于鼓起勇气道出了实情。原来马新仪在临终之际一再交代家人，千万不可赴京告状，一定要忍气吞声方能自保。为何马新仪在弥留之际一再叮嘱家人放弃追查凶手，忍气吞声？甚至在遗书中，他仅仅只是对不能再为朝廷效力深感遗憾，对恳求朝廷追查凶手一事只字未提。按道理来讲，一般受到这么重的刺激被刺死了对这个凶手应该是恨之入骨，是吧？那么对这个凶手应该是采取什么措施，他会是不是会有所交代？马新仪他并没有谈到这些问题。这里边也留下一个很大的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朝廷来惩办凶手？马新仪生性好强，突遇暴徒刺杀必然深感委屈不服，然而他却一再叮嘱家人放弃追查凶手，很有可能是他对凶手已是心知肚明。如果这个假设成立，能让马新仪如此惧怕，就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幕后主谋是一个在马新仪看来强大到不可能打倒的对手。郑敦锦的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预感，这是他早有隐约感觉却始终没有勇气说出的秘密。4年前，湘军攻陷了南京，历时14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宣告失败。湘军的创建者两江总督曾国藩一跃成为挽救大清王朝的英雄人物。曾国藩始终对朝廷表达忠贞不二的态度，但执掌大权的慈禧太后却不能就此对他放心。湘军的异军突起，这对于清王朝来说担忧十分巨大，因为这个时候的太平天国已经不复存在，而号称30万的湘军驻扎在长江及其长江以南地区，这是当时清王朝最担心的一件事情。所以天津城被攻克以后，朝廷处处防范湘军，处处的去牵制湘军，这是一个势在必行的一件事情。深知湘军是朝廷的心腹大患，曾国藩断然将自己一手创办的湘军强行撤散。然而由曾国藩来坐镇江南
慈禧始终坐卧难安。在经过了4年的等待之后，慈禧终于出手了。1868年7月27日，一道谕旨突然下达，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马新贻接替。表面上看起来曾国藩呢是升了官，但是实际上这里头大有文章。为什么呢？因为两江啊是曾国藩的这个老根据地，湘军的名号虽然不在了，但是湘军的气势还在，实力还在。那么不但军事力量雄厚，而且呢两江地区啊是一个富甲全国的地区，经济实力非常好，所以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呢可以说如鱼得水。那么直隶呢靠近北京，离朝廷非常近，表面上看起来直隶总督地位很高，实际上做不了太多事情。你再有能耐的大臣到这儿，那也是龙游浅滩，没法施展。这一道明升暗降的谕令让两江地区骚动起来。自太平天国被平定后，江宁便有了一个新的称号，湘半城，意为城中有一半人属于原湘军系统。将湘军创办者曾国藩调离两江，同时任命与湘军毫无渊源的马新贻接替，朝廷上下对此非议颇多。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甚至以一句马新贻威望过轻，长江从此多故，来形容这位新任两江总督的危险处境。正如李鸿章所预料，来到两江后，马新贻所面临的局势比他想象的更为严峻。几万湘军虽然解散，曾国藩的势力却依旧弥漫大江南北。以湘军嫡系精锐组成的长江水师，更是仗着控制水上交通的便利，明目张胆地掳掠行商。生性好强的马新贻决意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来对付湘军。一方面他抑制了湘军，他裁撤湘军来整顿湘军，另一方面呢他在暗中比如说给这个海军予很大的这个支持，经济上的支持，所以他通过拨给军饷的这种办法支持李鸿章，支持淮军，这样的话呢实际上是抑制了压制了湘军，这就是触及到利益集团的问题了。那湘军对他，那就是说杀他的人呢，是杀他之心的人是大有人在。据传闻，马新贻到任后不久曾接到一封公函，他打开一看，发现上面别无一字，只画了一匹死马，以死马影射马新贻之死。很多人猜测，敢如此公然威胁两江总督的人很可能来自湘军，因为触犯湘军利益引来杀机似乎也极有可能。也许马新贻心中已然明了刺杀自己的幕后元凶正是湘军，面对这个树大根深难以撼动的利益集团，马新贻才会如此心灰意冷，在遗书中绝口不提追查凶手一事，甚至要家人忍气吞声以求自保。如果这个假设成立，湘军是刺马的幕后元凶，
心仪毕竟是位高权重的封疆大吏，刺杀他所冒的风险绝非一般，由此引发的朝野震荡更是可想而知。已被裁撤解散的湘军中，又有什么人能有如此缜密的心思和惊人的胆量来执行刺马计划？刺马案悬而未决，袁宝庆直指背后主谋极有可能是长江水师提督黄逆生。郑敦锦再三追问，马心怡之子吐露隐情，天国圣库秘密的揭开让郑敦锦悚然而惊，湘军难以撼动，真相更是不能触碰。危机四伏中，郑敦锦又会如何抉择？自送马心怡出门，一直到宫门口还执手相嘱，依依不舍。按照经验，这通常是官员即将升官进爵的前兆。如此前后矛盾的情况居然同时发生在同一个人身上，实在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究竟是发生了什么让马心怡在觐见慈禧之后如此失态？两个月后，7月20日，上谕从紫禁城中发出，最快的速度驰送南，其子马玉珍一直静候在殿外。当马玉珍看到父亲走出宫门时，不由得大吃一惊。刚刚觐见完慈禧太后的马心怡失魂落魄，步履蹒跚，与进宫前的意气风发完全判若两人。按照常理，面圣之后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意味着这名官吏因办事不力受到了严斥，即将面临丢官的厄运。然而奇怪的是，慈禧太后最亲信的太监
心已觐见。传闽浙总督马心已觐见。闽浙总督马心怡被召进紫禁城养心殿，临京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由马心怡调补，这道意在改变大清危局的圣旨，最终所改变的却只有马心怡一个人的命运。两年后，七月的一天，江宁府的教场上，总督阅社进行完毕。每个月的25日，都是两江总督马心怡亲临教场阅社的日子，这已经成为南京的惯例。因昨日下雨而推迟了一天的阅社顺利结束，马心怡先行。